我是刚刚列车长，在109年2月21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，9:37，排的是捷运列车，台湾北投的高音量系统，刚刚是捷运列车。蛮多了，看北投的高音量系统刚刚的时间列车。北投高音量系统刚刚的时间列车，在台北站等高音量。然后这边有一班是。开往大安，对，开往大安的港系统刚刚一些捷运列车，每个字正在那里卖。